这是一个头早给日头叫醒的房间，原本搁当作会困到变过，结果袂，因为七早八早日头爬起来了后，就晒干。我们今麦呢，要来去洗温泉。哎、欸，你卖讲年纪好不好？拜托哎、欸，小多小介是吗？介绍这饭店了，好，有三个人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这个饭店的范围啊，有四点五倍大的东京巨蛋遐尼啊大。哦。第二个就是伊这个所在有四个所在在泡汤，就特别吼，因为有温泉饭店，然后刚好一个也是两个尔，但是有四个所在，就是两个伫内底，两个伫外口。哦。然后第三个人知识就是。通常这种温泉饭店的毛巾啊，就是这摸起来较薄的，啊有一个塑塑胶的话套伫个外口，然后一个有写饭店的名，这种拢是会使扎得起的，也嘛是有例外啦。啊，不过就安尼拄着例外，通常都是会使扎得起。我知道你昨泡室内汤，今仔咱走去迄个山坑啊，山坑去泡。你刚刚山坑去泡起来感觉安怎？伊就通风的啊，但是伊。看远的时候，有看到人在钓鱼啊，就恐怖的，腾腾腾，然后有看到人在钓鱼啊呢。啊，但是很特别，真特别。伊特别的所在的，就是因为吼，我安尼啊，入去内底浸的时阵啊，伊是迄个海底温泉，对，迄个海底内底一直有迄个温泉爆出来。然后呢，伊就是天然的山坑，所以你行过的时阵啊，你浸伫内底的时阵，看出是海景。哦，迄真正自然风景真正是足水的，啊，那足爽快。只是讲吼，你袂当行到上外口，因为迄搭看到人伫遐钓鱼啊，人会伫遐钓鱼啊，你看到伊，伊咪看到你。因为我昨伫饭店的房间看出，就是看到阿伯啊，烫光光，然后伫遐看后口，我就哦，遮明显哦，所以我就知影袂当走出去外口遐眼看。你看到人，人看到你啊。那我介绍到这为止，然后要刷咧来休困一下，要是后一个行程啊。现在来到的地方是那个熊野古道的入口，然后对头前这样走过来后，我们要去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要去换衣。那个地方呢叫做大门板茶屋，茶屋用的地方哪有。然后呢，现在呢我要来去换衣，那让大家看一下有熊野古道四个字。熊野古道大门板，这要来去换衣。然后这规片，除了这只水池啊，这位呢是古早到今嘛最有名的林场，林是一个身心灵的林，就是最有灵气的所在，所以这嘛是一个参拜的圣地。所以呢，你也感觉你有卡到因，还是感觉心情无快活，想要净化一下身心灵的，买到来这行行的，今嘛来去换衫。熊野古道啊，甲迄个圣地牙哥啊，是地为姐妹市，所以因的迄个朝圣护照啊，等个印章啊，会当共同使用。然后将来印出来了，就是安尼，有无？代表你嘛是来遮朝圣过啊，有无？会当一节纪念的东西。来甲熊野古道遮，会当来遮朝圣以外，你会当复古一个，变装一个，啊，遮有衫裤，会当互你选，会当选一领。你喜欢的衣服，然后来这换装。补充一下，日本的平安时代也是西元794年，所以呢是今嘛开始呢1200年前人咧穿的衣哦，所以我们今嘛要换1200年前咧穿的衣。怎么样？你要拣到一件，这件够好看。可以噻，我要拣这件。这件，这件配我的肤色。这件还是这件？我感觉。左边好了，这边好，对啊，这边好，唔难想啊。遮有迄个杯啊，爱先换杯啊起来，开始。
现在当咧换衫，会当看到你也要做贵族啊，袂当伤大裤，嘛袂当再去食伤饱，啊无你穿衫的时阵啊，你会缩死。哎，贵族，就像你管大的。他是那个祈愿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他是该缩开什么样了？变换到这样了。我都穿裤也够紧了。哦，贵族一根绳。这是哪一点？你带走。来。你找我给整点吗？有看到这土脚的路无？是一个青苔路，会骨骨是的迄种。好，你刚才今仔日无落雨，无你看我穿这丝衫，行这個，万一若滑倒，就真正好笑啊！啊，我们即马要来去咧纳智大社，就是遮足有名的一个神社，要来去遐参拜。哦，换这丝衫，好看是好看，不过真正是有一点笨重。啊，若讲笨重呢，嘛有一点像咧你用迄个行路足慢，啊足虔诚的心咧行这条路，毕竟这条是参拜之路嘛，是嘛是迄个人家讲的朝圣之路。所以呢，加上顶头都有青苔，所以你嘛无法度行紧。然后我有一个拐啊，伫遮拐杖。然后呢，伊啊，叫什么？熊吗？叫熊。啊，伊行伊啊。你会挂倒啦。这是一个。什么？一直想要刷屏的鬼子。哎呀，你也知道。去参拜一下好了。我现在有先进了家。莫名的无违和感。这是什么回忆术？你敢知？这护身符、啊，这是护身符除魔的，啊，这是咱去签那个幸运符，所以这是真正是祈福的一个装扮。然后呢，你今天行一个要参拜。这个庙呢，拜主神啊是观世音菩萨。好，所以我等下咱来参拜一个。然后这个庙呢，真正是足古诶，1590年重要文物，这是500年前的庙啊，够古早。来这参拜啊，要准备5元，5元是谐音，五元有缘，甲迄个神社有缘的意思。当然，你也要肯1000元嘛，是会使。好啊，然后水滴啊，拜吧。先蛋钱对无？无，你先鞠躬，然后蛋钱，然后洋洋的，甲神讲你肯钱啊，然后拜一个，哎，你盖，阿盖，阿开手。啊，阿里个的，拜托你，然后鞠躬，好。你啊，想迄个水池啊，因为遮伤侪护身符啊，无多选择的话，第一个选择就是选健康就好啊。哦，卖伫遐选遮侪，来去过牛路一下。Thank you.
个愿望呢，太强大，我真的不能看。来搞的所在呀，赶快是世界遗产，这些是叶纳智瀑布，所以我们今晚要来去瀑布看麦。这个所在无，这个位的话呢是伊个纳智瀑布，伊落差呢是133公尺，是日本第一个落差高。然后呢，看到后边啊，我无啊想大起，安尼细一点同在看，想到这是迄个日本的林场了吧？因为光伊个这种的迄个景色啊，同在看，你感觉这是一个灵气足充沛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嘛是世界遗产之一，吼、哦，嘛是属于熊野古道的一部分。有看到这个伊个岩壁的伊个瀑布的水无？这个所在啊，这个瀑布的水也是咱啉的。然后啊，我昨啊啉了一个伊个临水路的伊个清酒啊，就是用这个水来做的。哦，所以即摆啉看嘛是最好啉无？怎样？老米放大。哎、欸，真正是甜的呢。糯米烘台哦，我这顶个爸呢？张总，我开哦。好，我到这一层。麻烦你，再显现出你的武器。知影家己的弱点伫倒位，然后去加强，你唔通搁伫遐变大，就是安尼文章拢无要写啦，吼，都无要好好经营啦，规工就是咧困啊，规工就咧困啊，咧食啦，水滴啊啦。